为大家准备的这两首俄斯歌曲啊，他们的表演可以说是非常的激情澎湃。我相信把在场所有人的这个激情都给调动起来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这个画展开幕式的剪彩仪式了。那么在这个剪彩仪式结束之后啊，大家就可以终于可以走入到我们这个画厅当中，和我们安德烈卡尔塔 小夫大师的作品做一个零距离的接触了。所以大家只要在耐心的等候一下，马上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来到了。 好的，接下来呢，请我们的这个李小姐将我们的剪彩横放在我们的这个展会中心，小心。好的，接下来啊，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嘉宾们，对我们今天的这个仪式做剪彩，掌声欢迎。 大家掌声热烈一点，好不好？邀请我们的嘉宾安德烈卡尔塔小夫的画展开幕式做剪彩，都准备好了吗？三、二、一。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为我们今天的画展做剪彩。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开幕仪式呢，就到此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啊，大家终于是期盼到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赶紧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展厅去参观我们大师的作品吧。 Спасибо.
Yeah.
做这个作业，当时我就是说，主要是做这个作业，因为我也看到了。